跑不掉了呀。绿毛这边是金身躲掉了对方拍个大招，但是自己还是得死。熊熊直接开团，但是后排露露先行被秒了，而且这边乌鸦这条炸的 O 一太。第二期这个阵容很有可能扑过来跟他们打一波，拉扯乌鸦和蓝刀都是靠大招进去打一波的一个，对，都是冲进去的一个，就是拉扯能力其实没那么强，特别是蓝刀锋。就 BRG 这边有拉扯能力的感觉只有他们的一个船长，但这波船长 AJ 是被四个人针对，在塔下开了一个金身等待队友的一个支援，这一波有机会逼出了哈鲁这个大招，双方在一塔下进行了一波混战，蓝波大招放下来，乌鸦进场这个位置卡的位置还不错，凯兰这个时候往后面杀，闪现过去大飞三人直接是可以杀两个后排，但是 AJ 船长没死，而且对自己这个位置有危险啊，对，又一个橘子，又一个橘子， AJ 靠着塔下就在这个地方拖着，其实对哔哩哔哩来说也是赚的。下路的兵线已经上高地了呀，这一波感觉 EDG 想打了，哎，再来开瑞，但瑞这个位置有一个秒秒没有出现，而且肉的这个血线接没秒了，这个位置下来的一个线打得还可以，但是后续莫格拉进场出动，把对方一个双 C 隔开，依靠着千珏的一个大招，千珏这边收了一个人头之后，后续双方一波混战是各存活两员，但是 Mago 应该跑不掉了 ，Mago 这边后续被对方。把的闪现刚刚看的还不错，但是想开出一个大招瞎被秒了，卢恒死了，这一波是冲的一个机会，这个位置这么有一个拍大的空间，拍的还不错，配合加里奥打出了 AOE 非常的爆炸，这一波团战竟然在瞎被秒的时候这一波进攻接了下来，我后续的作战能力祖母能不能跑不掉，祖母一旦阵亡到有机会一波了，追过去要强杀打的慢，开车比尔第一波零星的直播直接要抓住大龙，这个位置有 EDG 的视野，但是来不太及了，这波大龙要被比尔第抓住下来，但是这个团战看一下他们要继续抢，有进去哇，没有抢到，突出了一个大招，但是这个位置他们可能跑不太掉了，还是闪进去的呀，哔哩哔哩这一波好果断，这边要留人，闪进去大招 FOE 留住对方人员，但是这个团战真的打得赢吗？打不过了呀，肾已经阵亡了，高德已经打出了自己所有输出，还是没有办法金身，多少阵亡的话就没有机会直接冲击力，所有人目标只有一个，就是点击地开车强攻。